社团内的，就成功社内所有人，就是不管是徐安成啊、国凯或者是吴宇豪的比较常出现的，他们活动，寒暄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通知他们，所以他们都比较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情况。可是我们发现我们队不够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愿意帮我。对，然后社外的话，就是社外的话，就像吴光泽啊，他开会的时候就会点出重点，然后。梁艾琳他不管就是事情东西有什么道具，比如说他都会给大家做到很好。然后王君甫还有慧珍也是，寒暄的时候他们也做到很晚很辛苦。然后林俊才和那个张星光，他们这次社服都是他们画的，然后他们很忙，女子班很忙，然后到最后惩罚的时候还要做这件事情，是很辛苦。然后 Becky 嘛，你不要这样看我 ，Becky 他也是。蛮可怜的，都被呛，他都不会生气。对，我就不会生气啊。他不会生气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大家，就是大家都是就是我觉得在社团里面，就是在围棋社里面，就是很多社团，就是可能说成功社团是像跟某一校社团比较好，可是，在围棋社里面，就是大家都像一个大家，然后没有职位之分，没有学校之分，大家都是一个地方，大家都是同一个家庭，然后都愿意在，就是在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都会付出，然后也很辛苦，家一龙也很辛苦。这次的社服他跑，他几乎每次都陪我跑，对，很辛苦。然后昨天还在分类，对，然后还带衣服回家，在大雨天带衣服回家是很辛苦。大家就是都很努力，然后这些学弟妹的话就是，但这次活动办得很好，然后其实那个 RPG 很精致，对，虽然很累，但是很精致。然后我们已经很晚通知你们，你们还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就是办得比我们还要精致，是很不错，速度很快。然后希望你们就是，希望学弟妹就是可以继续加油，然后。这也就像一个大家庭，就是如果你有困难，就是不管你都是进来心态是如何，就是想说可能只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或者是我们要很认真参与社团，或是我真的想认真投入这个社团，那就是不管你在这社团待的怎么样的话，就记住就是大家这边所有人就是都很愿意，就是在你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一只手帮忙，然后希望你们在未来有困难或是不愉快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围棋社这个地方，曾经是你们的第二个。